不然，那我们可以去过磅啊！你可以带我们去过磅，对，我们带你去过。我们这边没有磅，我也不。你没有磅，你我现在正在上班，我没办法带您去过磅。那我有磅单的给你看呢。你也不要跟我着急。不是，那我有磅单给你看，你为什么不让上道？这段时间是用磅单来衡量啊，对啊。磅单不超重，我们让上道。当然，我们治理了20多天，上道的货车一共有1000多辆，下道超重的货车有200多辆。那你可以罚他呀。上一套方案不行，不是，所以我们只能。那你这个也没道理。你的意思？我没有执法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是装货就不能上。我没说只要是装货就不让上。您这种满载大货车上。你给我说一下什么叫满载。你给我说一下满载的标准是什么。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满载。你给我讲一下你什么叫满载，你给我讲一下。满载很通俗的理解啊。您装满货物就叫满载。装满货物。对啊，装满货物就叫满载啊。您这整辆车装的都是货，这不就叫满载？开玩笑，你这说的你还有高度，你说你还有重量，高度限高，你不要在这误人子弟了，你限高4米，你得请示你的领导，我不用请示，你得学点本事，我的命学点本事，领导下给我的，限高4米，一个人限高4米，你看这才几米啊，到不到是？您这个现在是满载，我现在查的您这个车是限重量，我怀疑您超重。你怀疑你拿出证据来呀？我现在你说，那你拿出证据、啊，我有报单给你看的。你有证据吗？现货厂没有用。你没证据、啊。所有的车都是这样，满载大货车从我们这个口现在就是你没证据。对，我没有证据。说白了，你就是说你不让上就是。对，我们现在装磅，不要再去扯那些没用的。就在进行当中。你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是装货就不能上。我没说只要是装货就不能上，满载重车上不了线。你满载，你拿证据。你哪有什么证据？我现在没有。我是超高还是超重？我合理怀疑，合理怀疑。我是超高还是超重？超重，我合理怀疑您超重。那你怀疑超重，那你拿出证据啊！我没有证据，我可以合理怀疑。那你没证据，你这不是不讲理吗？我没说你超重，那现在没有磅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找不到磅单呢。我给你找不了磅价，您现在这样跟我说也没有用，您上。那你去找个磅，我们花钱。您别不要叫。我们现在公司招投标正在进行。是啊。低磅按照。那你这些东西没准备，你就在这儿搞什么？你还笑笑啊？你现在跟我吼，简单就是啊，不是狠不狠的问题，那不跟你吼，我们跟你。一直在对。